超瞎英雄救美第二集。哎呀，花了一个上午终于把地铲好了。别问我怎么铲的，状况就是跟你打了报告以后，会发现电脑宕机忘了存档。讨厌！这时你发疯似的踢了电脑，没想到电脑直接把你打倒了。哎呀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嘞？好，趁着修修把它再接回去。好了，哇，跟打完经济一样，一团混乱啊！此时一半的汤圆，哦不是，一半的水球还在继续个滚的。放心吧，美女。编剧说你还要再等很久一点，我不能这么早让你挂掉。看我的不能伸缩，不能自如的橡胶。哎呀，糟糕！洗衣机已经洗好了，幸好回去得快，不然的话我的衣服一定会被别人放在外面了。洗好的衣服当然要赶快拿去烘干哦。好了，回算洞。这时蓝路开着中国石油车正在前进着，他知道在过隔天的以后油价又在上涨5块钱。哼，小垃圾，又不是我帮你让你过的话，你早就在后面。天哪，难道我也要逆风高飞了吗？以下要怎么样操作做出宇宙大烧麦呢？首先我们需要一拖拉库的汽油，这是神操作，小朋友不用模仿哦。还有我们需要半颗的汤圆，我们要快速加温，不要怀疑，中国石油就是非常好用的。可恶啊，我卡在卡车里面啊。不，宇宙大烧麦完成，奔向宇宙捍卫无敌。等到呢汤圆到这个余火降温的时候就会淹水了。放心，因为我们打完治水的程度呢需要30年的东西，他们只要3年就完成了，绝对不会淹大水的。这些淹大水的画面绝对是记者胡乱的。啊，刚好这种状况就连戴尔德都跳狗链的啦，赶快往地里面钻。像我这种治水程度，一定让傣玩人按个赞呐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奇怪。美女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水治好了。记得选举投我一票哦！好，拜拜。哇，你都喷出来了。是小飞又想到元宵节搓汤圆的时候一直转啊一直转，奇怪，我不是头青白的衬衫吗？怎么都变阿公啊红色呢？诶，哇，你能干啊。这时就赶快学台湾官员一样，不关我的事情啊。嗯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自己救哈，不要等人来救啊。